家好，我是民间分析员阿 P。在稍后下来每一集，我都会讲下关于英国不同地区的宏观数据分析。在买楼之前，无论投资定自住，看一看数据分析是相当之重要的。阿 P 啊，上集讲完楼价，还有一样嘢都好多人关心的，就是教育。咁唔知嗰边啲学校系点嘅咧？咁前集都有提过啊 ，List 咧以前咧比较着重喺工业化啦，咁啊想转型成为一个知识型嘅经济圈啦。教育嘅配套咧做得相当唔错嘅。咁今集咧就上而下去介绍下啦。List 咧主要有五间嘅大学嘅，咁最有名咧一定系 University of List 啦。咁上年去计啊，五间院校加埋咧有48,970个 full-time undergraduate 嘅学生嘅。其中 University of Leeds full-time undergraduate 的学生人数是全国第五多的，而非本地大约占 16.5%。 另外几间院校加埋的 full-time 职员超过8500人。如果找楼就留意一下，自住来计学校附近的品楼没那么复杂，学术气氛浓厚，环境又漂亮，住在旁人都开心一点。投资来讲，放租给学生贪他就有这些刚性需求嘛。刚才我提过五间大学加上超过48,000个学生嘛，但学生宿舍就不够20,000个位，所以存在着一个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学生自然一定要找屋住，加上在学校里面都有很多收入稳定的职员嘛，即例如大学讲师、教授等等都是高质的租客，所以大学附近的物业的楼价租金绝对值得留意一下。今集或者简单介绍下最具代表性的 University of Leeds 大学，过百年历史，建立于1904年，位置距离市中心大约10分钟路程。大学是 Red Brick University 和 Russell Group 的成员，很多时候传媒都很侧重去看一下大学的排名是怎样的。不同的机构当然有不同的评选方法，咁以下呢度咧都可以睇到咧唔同嘅比较公信力嘅机构咧，大约咧 UK 嘅排名咧10-20左右啦。世界排名方面系92-160不等嘅，而嗰个毕业生嘅就业排名咧排世界50嘅，都相当之前列嘅。所以呢间大学咧都几受雇主喜爱去聘用佢哋嘅毕业生嘅。咁呢间学校咧有七大嘅学院啦，都涵盖咗好多唔同嘅学科嘅。咁 The Guardian 咧每年咧都会对英国咧唔同大学嘅学科咧进行排名嘅。咁呢张图咧列出咗咧大约有边啲学科咧喺英国排头十名嘅咧，咁都发现咧几对应到咧 List 咧重点发展嘅行业嘅，譬如话去医学啦、金融啦、法律啊、工程啦、媒体制作等等咧，都好配合翻去当地发展嘅方向。而其中咧 Agriculture、Forestry and Food 咧，同埋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咧，系全国第一添嘅。讲完大学啦，咁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好关心有咩中小学系出名嘅，嗰度啲学校嘅排名系点噶？赢在起跑线啊！喺大学之前咧，咁好多家长咧最关心咧就系中小学嘅时候点样起步啦。咁据 UPA 嘅网站咧 ，List 咧超过70%以上咧嘅小学咧都系 Good 以上嘅，中学咧就超过40%嘅。呢张图咧可以睇到咧各类嘅排名，包括咧就系小学嘅 rating 啦、KS2 嘅成绩啦、中学嘅 rating 啦、KS4 GCSE 嘅成绩啦、KS5 A level 嘅成绩啦，同埋家长嘅推荐比例嘅。咁小学嘅 rating 咧个排名啊比较高少少啦。整体嚟讲，各项排名咧属于中游位置，最好嘅排名咧就系家长嘅推荐比例啦。151间学校之中排52嘅。另外学校排名方面咧 ，Top 500咧 KS2 成绩咧有三间嘅，其中 Meanwood Church of England Primary School 排21系相当前列嘅。而中学方面咧 ，Top 500嘅 GCSE 嘅成绩咧都系有三间学校排名前500嘅，其中排得最高嘅就系390嘅 Allerton High School。值得一提咧，排467嘅圣 Mary Manston 咧，之前都有篇报道啦，讲关于咧 List 24间 State School 咧最大机会咧入去咧 Russell Group 嘅大学嘅圣 Mary Manston 咧，喺有关嘅报道最近嗰三年里面咧，平均咧接近有30%嘅学生入到 Russell Group 嘅大学嘅，剩翻最后咧就系 KS5 嘅 A Level 嘅成绩啦，就排名153嘅 The Grammar School at List 嘅。以上嘅学校咧，呢啲 postcode 咧就认真要留意一下啦。比较出名嘅学校附近嘅物业咧，一定有刚性嘅需求啊。另外最后睇睇啦 ，Good 以上嘅学校会喺边嘅咧？分别散布咗27个 postcode 里边嘅。
而其中八个地方咧有超过十间 Good 以上嘅学校嘅。头三大咧分别系第三名嘅 LS 十六啦，同埋 LS 廿八咧有13间嘅，而排第二咧就系 LS 十一咧就14间，排第一最多嘅咧就系 LS 十七啦，有16间嘅。其中三间咧头先榜上有名咧都系属于 LS 十七嘅，包括 The Grammar School at Leeds、Allerton High School 同埋 Gateway School。 总结嚟讲啦，投资又好，自住又好啦，好多时校区咧都系好多人嘅心水嚟嘅。咁不时留意下唔同嘅报道咧，会讲一啲排名咧，或者学校嘅成绩咧大改进咧，好可能都会影响咗附近嘅楼价噶。咁今集讲到呢度先啦。如果中意我哋嘅分享咧，请多多支持俾个 like 啊，同埋多啲 comment share 俾你啲老友啊。多谢晒，拜拜。如果中意我哋嘅片，记得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下次见。拜拜。